多的。哎，格温，经典格温，这个又是打奎桑林就要秒选。小子来了。OK， 那这把心率已经上去了，一看这个蓝头发的小妹妹，夕阳感觉不对劲。啊，怎么我搬了四个还有这种怪东西来捡我？格温一起还是没那么厉害，他来了，来真来。我过来看一手，然后就跟你上单换血，而且夕阳直接把药磕了，啊，血亏啊！哥们儿压力这么大，哎，不是吧？上来满血就把药磕了，是什么情况？怎么一级减满了呀？直接把心率减到140去了，刚刚出来还110，减一波直接减上去30，换的巨难受啊，有点小慌，感觉这个药慌了，哦呦，又被夹到了，不对不对，不对了不对了，哎呀，这个 Q 我，哎哎，看出来这个熟练度开始了，溜。150，我给你个建议，我给你个建议，溜，兄弟，要不算了，对面惹晒，打不过也没关系 ，ID 得先遮一下的呀，是的，遮 ID， 坏，别刺，哦，玩不了了，经验闻不到，兄弟，玩不了了，玩不了了。又是满城被动的，哎呦，这个满城被动捡到了，哎，一还没挡到，是的，这真有点难受，炮车还吃到了，这是我缓推线，他要庆幸的是破败王是刷下去的，瞧刷上来已经快到了，对吧，就如果刷上来的话，破败王已经开始拼信号了，回了一个刀，这不是两边都下来想看一下下半区河道还有小龙的，看一下漂移，哎，漂移玩心里闪现光，哎呦，回去了，啊，小草包，这样人都还让给了宁王，没问题，确实这个很冷静的推啊，冷静，他没有着急这个平 A， 一直往前面走，流沙一行过去，迅捷步伐给自己先加速，是，关键这个是后交的闪现还是被推了，是的，你左沙漠大只能穿梭闪，这种闪，小龙在打，已经快打掉了，感觉快打掉了，直接好耶过来，哎，小强被抢了，哎，抢到了，而且直上去了，再拖时间，深渊请，虽然没中，但是自己应该是要拖队友过来，要拖队友过来，而且司马老贼的位置其实不太好，他这个位置要先秒一个，没中这一剑没中，那司马老贼自己得交闪，小草包隔墙戳，但没有杀兵，在微笑已经把火弹收掉了，司马老贼也逃不掉，司马老贼也倒下了。虽然正面发现罗林阵亡，但这个残局可以玩，且在越捏到反正钻一下，进来了双杀，但是蓝哥也扛不住了，要收割残局了，陈某 Q 会被灌吗？换不掉，夸张 Q， 四杀的西维尔 ，WE 微笑重新连接，现在这个阵容还是比较被动的，就塔夫一个顶，正面想要留人很难，是。哎，不让你好过，一位一草打野，二段赶紧要闪，但有三段大伤害不够了，没蓝了，而且主要是打闪现，对，主要是没蓝。哎，您这边宁王来喽，但距离很远，哦，是的，距离刚好过去了，这边在等。野辅来了，野辅来了，赵志明到了，这一次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宁王可以大招起手，直接砸过来，野辅联动，坏了，现在Blood的节奏已经开始花掉了。上路最多也就是吃度层，但是很难造成击杀。宁王感觉挺照顾中路的，已经又来了，一直防小草包。对，给点压力，这波看一下 W， 闪现 W 捏到了，飞机是有闪的，但是波浪这位置好像没机会交闪了。哦，中野联动，啊，还是蹲到了。宁王的节奏，没有什么能选的，大家都干了呀。到第二轮再选下路的话，你的辅助很难选。哎呦，一个大又空了。塔还要推回来了，兵没了，兵没有扛塔，宝蓝想闪过来吃，但扛塔的是宝蓝，交闪现没死，拉扯到极限，是的，小草包上路，夕阳也被抓了，哇，这样不辣的上下两路都出问题了，出问题了，特别下路却维鲁斯这两波空打挺致命的，就从上一波开始，感觉大家都知道怎么打马哥了，就不走位，不走位是吧？对，马哥都是猜的，他猜你回头的，野区啊那个屁股，哎，讨厌，被捏到了，在旁边，但是宁王打不出技能啊，对他直接吃 EQ 了，给了，但这个上路等下可以拿个塔，是的，再吃个兵，把炮车还给消耗掉了。又有一个巨肥的格温，你们赶紧换了，让这个飞机来接这波线。左边双 C 都属于手短的双 C， 维鲁斯他不是破过的，他其实 A 人，对，他平 A 流的，对，平 A 流的。哦，这个破败啊，好痛啊，感觉一个人都要打死啊。是的，还把头给让了，还上了这个线，他不太好去摸。哎 ，W 降过了，
他知道你 W 交了，开急炮，他来了，过墙，直接吊闪。第二段过来，继续三段大要越塔硬杀，小东北没技能要死了，好像、哎、能换掉吗？哎呦，伤害不够，差一点呀，主要这二塔的伤害真扛不住，二塔伤害太夸张了。The Shy 有点上头了，这不时间点算得很好，但装备不够啊，没补装备，他身上好多钱。是的，那上来倒了这个小龙，不落的找到一个机会可以拿一下啊。哎，但其他的人大空掉了，闪现闪的有吃的呀，吃进去了，这样拜罗利自己得往后走一点，还在 Q 的宁王找进场机会，那边四个人都到帮到了，一个推推出了伤害，而且微笑的出出关键还不错，他自己得往后走，但是开了几把推子粘住了，他交了个闪现拉开了距离，小草包交了个精神躲开了一个 W， 但是没有办法。他也无力再战了，宁王想斩没斩，然后微笑开了个屏障，自己也很惨，再来一刀吗？没有，亏脏旗拿下 double kill， 这样踢下来的泽山是没有大招在手上的，所以他个人的战斗力是不足的。哎呀，这一波 OP 已经打乱了，真的乱了。现在抓失误，现在只能抓失误。如果没有人在野区或者中路就边线失位，有闪现的，难道说？他保了，闪现你妈，保到了，后面闪现吃，蓝哥把人给保下来了，这样要做反打大招顶掉，不想被控住，但这个推没有推走，回到你反而拜尔罗莉想进去帮队友，自己要倒在里面的话，德善已经到了，先将保蓝，谁先死，回桑迪先被处理掉，但同样拜尔罗莉也倒地了。哎呦，蓝哥的及时救援，是的，一口直接吃下来了，而且旁边的小草包还提前把闪现交出来了。嗯，哦，这个状态打大龙。哎，好敢，他们好敢，泽善一个人在前面卡，但泽善用大招来劝退对面，打龙的速翻一般，三四刀也空掉了，这样的话小草包也没有选择，泽善已经飞过去，微笑这个位置不太好，得赶紧走，他自己还有闪现在的，我感觉这时候抓大龙确实是一个大风险，想偷一下，嗯，有点怕不落的直接给大龙压力，太抓了，再打了，他们抓的会非常快哦，但大龙其实已经吐了很多血了，而且格温其实也落位了，是的，这大龙伤害有点怪高，嗯，哥几个掉了好大一点，想想都算了，都打不了，都想偷一下，是。都感觉很不稳，去动大龙的话都怕呀，现在都怕呀，哎呀，这个飞轮刮了点血啊，而且这边抢到线了，抢到线，飞轮在狂弹，哎呦，真的在弹，弹残了，但没人能去摸塔，所以拜尔罗里想找机会找没有闪的宝蓝，蓝哥被开到了，接大招蓝哥还走不了了，伤害接满了，有机会降吗？降不出来，拜尔罗里关键一声降怎么到了，回不来两个人，德善切到了司马老在身上，这边开了个技能在突破之间，但飞机的伤害也已经灌满了，微笑被点残了一个气一样收割了残局，斩过来没能收得掉，这样小东北点掉了这个博伊哥以后，只剩德善以及微笑，残血的微笑是无力再战了，所以对 OP 来说也只能撤退，小东北接住了这一波团战，是的，而且夕阳的发挥也很优秀，他的这个腿处理不了，还蛮肉的，是的，打不死 ，OP 还是着急了，没有见好就收，两个人去偷一下，两个人没有眼的呀，啊，已经在拼了，屏蔽了，现在已经在拼了。感觉不太对，想去又不敢，想去又不敢，不敢去。刚才应该是意识到了，但第一时间不敢去。一片漆黑里面，这样龙要掉了，哎呦，被减速了，你很急，很急，有没有机会打下去？拿到了，太远了，是，有点被中路走路的人迷惑了。是的，这段时间我感觉 OP 得转换一下自己的战术。啊、要保住微笑吧，要保微笑，先杀黄，而且要找大闪现一闪吃，打出一个吃来，自己扛住了敌波伤害者，再推一推，弱好推，推了三个人，这边全部融化，但夕阳也踢下来以后捡起来的宁王，赶紧得交大出来，要不然自己有点扛不住，再捡个魂，只剩下一个人了，所有人挤在夕阳的身边 ，Q 三跳过来能杀微笑吗？杀不掉。40秒的复活时间，有机会一波吗？兵线不是很充足，主要全部人都在。感觉有点机会啊，有点机会，想尝试来一波，看硬扛，又剩一波了呀！直接往前推进 ，OP， 在一个军师的情况下，拜尔罗里率先发难，小草包一波完美的绕后推，要一波了。第一个复活的是宝蓝，还有8秒钟的时间，拆基地就结束，拆得太快了，让二追二进入决胜局，恭喜 OP， 恭喜 OP， 小草包。扛住了，对，这把其实塔姆我觉得在 BP 面是一个比较奇怪的英雄，但打团起波奇宝蓝的操作是很漂亮的。对，这把塔姆其实立了很多次功，但这个英雄就是这样，他能保护，但是他没什么进攻性。